高雄凤山大明路上六月初刚开幕的昂香料咖喱，有别于一般的日式口味，店家使用20种以上的香料混炒，再跟洋葱与红萝卜炒熟炒软，炒出甜味，土法炼钢做出自家独门香料咖喱。老板很自豪地说，一切都不偷工减料，入口后一定吃得出酱的香气与好滋味。这里咖喱分两种，深色的是微辣口味，浅色的是不辣奶香口味。麦麦与好友点了一份牛乐咖喱口味，有4-5大块牛乐条肉，配菜很丰富，特别推荐下饭的甜感自菜，酱料可以免费加点一次，餐点都有附赠汤品。今日味噌汤有海带豆腐跟菇类，另一份是炸鸡口味，只是有加炙烧乳酪丝。一上桌咖喱香气扑鼻，炸鸡外酥内软多汁，非常的惊艳。我们也单点了炸鱼排，老板又赠送了可乐饼，真的很贴心。整体来说，咖喱口味真的很独特，带点辣味，香气与香料在嘴里爆发出来，这种浓香让人上瘾的口味，说真的只能你实际来访才会得知。喜欢浓香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一下。